各位好，这一场带来是我们在闪电侠的一个实战的实用。那在左下角你可以看我们B站跟奥义哦。那片头没有追踪的 Instagram 或是你没有追踪的直播呢，赶快追踪了。然后在奥义的话，这一场选择是带上贤者、精灵跟密咒。其实如果你要带通用型的荒芜、庇佑跟电雾的话，也当然也是可以。那我这场之所以会这样子带，我是想要在前期可以打出拳拳到肉的伤害哦，而且这个护盾值也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想要试看看这样子的使用方法能不能够也是通用的。尤其是闪电侠在前面打出来的伤害量并没有到那么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备战的部分呢，鞋子是可以去改动的，另外呢这个能量法球，至于你要不要上，你要上个小法球呢就取决于你个人咯。像在这个比较偏向于后期营运的现在这个版本来说的话呢，我会偏向于出到整个能量法球，因为到中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利用我们的一二技能反复的进场。那这边前期的对线遇上的是木加爵，应该是不太能够去跟他换血哦，所以我们最主要的还是 focus 在这个兵线，把兵线清掉之后呢再准备去做这个支援。闪电侠这支中路英雄比较别于 不同的角色的是，其他角色可能要着重于这个兵线先清掉，但是闪电侠呢支援外围重，如果你在前期你支援没有办法及时的话呢，那你的伤害量又是很低的时候，你进去绝对无法收割对方，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在支援的时候一定要到达最快的时间点到达战场。前面一个农爷，在装备上的选择呢，这个密咒之刃跟爆裂法杖，个人的话呢是 后面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密咒，因为出完密咒之后，你的 CD 跟你的这一拳的伤害量都会整体的拉高。这边你看，我们中路兵线还没有清网，我们就人道上路，直接打了这个菲尼克一套。但是后面跟上来的木加爵，我们不能够再进场了，因为这时候我们还没有试等。在这个会战点，我们提早了到这个魔龙路，因为我们已经探得到对方已经要过来了，所以我们就提前先到这里做一个支援。虽然打不死人家，但是至少可以把人家打到快崩溃了。这里强势的想要看这个魔龙，但是没有办法。闪电侠最好的就是他可以一直无限的用他的一技能跟他的二技能进场，然后做一个骚扰，打完一套拳击之后呢赶快回来。接下来呢就是等中期了，在前期闪电侠真的没有办法看一只杀一只，但是到中期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只杀一只哦，所以也不用太着急，我们一样慢慢的弄。现在抓到对方的人员再次下路，这边可以看到那个艾瑞还有木加爵龙马紧在中路，所以我们直接无情开头，用我们的拳击打这个力量研磨。这力量研磨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拿下来的。不过菲尼克，终于出现了。不过我们这边使用一个一段跑掉了，这里菲尼克两个追也追不上了。那我们偷的一个 buff， 让我们这个经济量又稍微提高了一层。试着去投野，但是也不要单人入野哦。单人入野的话呢，可能就会变得很危险。刚刚是因为看到对方有三只英雄在下路，所以说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冲往他们家的红区，甚至反了一个红 buff， 非常开心哦。这边打了一套，哇，这个龙马没有死，这也是很正常的啦。在你前面还没有出完能量法球，你想要一套把人家秒杀是不太可能的哦。通常要等第二件、第三件装备都成型之后，你才可以把对方秒杀掉。其余时间都是做一个消耗，闪电侠一定要常常做消耗，消耗掉敌方的一些重要角色是闪电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边再等一波进场时间，进去之后直接哇，这个正念套索绕回来，好可惜哦，没有把这个伤害灌在菲尼克身上，刚刚是稍微有一点错位了，所以我们的拳头并没有全部打在菲尼克。哇，这好可惜啊！菲尼克得死，菲尼克该死，不是菲尼克该死，应该是说哦，这个闪电侠是射手克星啦，所以看到射手的话就想打射手。这绝对不是对菲尼克有什么偏见哦，是射手的一个偏见。射手真的是很可怜哦，当遇到闪电侠这只角色的时候，退无可退哦。大家在玩闪电侠的时候有没有发觉的一个小技巧呢？这个小技巧是我一直以来都有去留意到的，就是你在进场的时候你不能够一直想要把你那一拳给打出去，要是你一直想要把你那一拳打出去的时候呢，那就会很惨了，因为呢你会把对方的所有的招都吃好吃满。你这边加上一个瞬移跟上，
最后再绑了一个，但是没有抢到这个红 buff， 有点可惜哦。不过打了一套，哇，这个直接打了菲尼克一套，菲尼克还是整撤退了。就是你在一技能出去之后呢，你这个普攻要下的时候，你要看时间点。有时候你要进去骗招的时候，你要赶快撤退。但是你如果不是要骗招的时候，你进去，看是不是能够直接开一个大招，开完大招之后再二技能敲回来。但是这个时间点会抓的比较紧凑，所以通常你可能是一技进去之后，二技能到一半的时候呢，赶快开启你的大招，然后再回身回来一拳，然后再回身回来，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做法、哦。记得一定要开启你的屁股，使用你的电臀扭起来。对于闪电侠的话呢，如果你有扭起来的话，就是你成功了。在你进场的时候呢，可以成功的扭到对方所有的招式，在后撤。这对于闪电侠的进场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这边可以看到龙马进去，我们收掉一颗人头，打了一下之后开启大招，收到两只回身，之后在后面等一下我们的一技能 CD， 看能不能再进场。不过这时候队友进场的时候会把全部人头给收光了，所以你也不太需要往前再激进了。这就是闪电侠在团战中的一个发挥，大家要记得一技能进去之后呢，马上使用这个把对方全部收割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哦。紧接着看着这个莫拉进场，我们也跟着进去一点。那这个一技能可以稍微算一下，你可以等到最后的那个时间点再回身。拉拉干嘛，你也想学闪电侠吗？很可爱啊。在录影片的时候，拉拉就会在旁边喵喵喵的。那现在拿到了一个202的战绩哦，然后我们装备已经成型了，所以我们鞋子是选择上我们法穿鞋，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个射手死无葬身之地哦，尤其是这个菲尼克必须死。所以在这一波接下来的几波会战的话呢，在抓这个菲尼克都会是非常的容易哦。来看看我们这一波打下去一个大招吸过去，跟上一个瞬移，这个瞬移稍微慢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哦。再加上我们的二技能，直接把这个菲尼克给带走。刚刚就是一个大招跟一个瞬移配合上比较慢了一点，其实在这个大招快结束之前呢，瞬移马上跟上，这个伤害是可以打在菲尼克身上的，但是刚刚稍微有点可惜哦，这个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下的。闪电侠这英雄出了蛮久，其实在一开始出的时候我也玩了好多场次，在那个时候排位赛基本上都没有人会去封锁掉，但是呢在这个台服的一个风向一直以来都会是这样子的，没错，这个是大家心里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件事情哦。角色一出就是疯狂的谩骂，谩骂之后呢，这只角色变得很强，被完成 T1 角的时候呢，就会各种出来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大家都觉得很，自己的信心是不可侵犯的时候呢，这样子会是新角在战场上存活的一个关键点哦。跟上吸到一个二技能，啊，菲尼克再见，再见吧，菲尼克，这个战场不适合你了。除非你是中国代表队。好的，这边再吃一个智慧研磨。目前战绩已经来到了402，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出来的伤害量会更来的更高一层了。这场可以发现，我们在进场点，我们都会尽量避掉这个艾瑞，因为闪电侠进去如果遇到艾瑞的话呢，这个也是内裤很大条啦，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可能就跑不掉喽。那接下来的话呢，配合这个小丑就有点像是这个 OP 的打法啊，进去打一套，哇，有没有配合上这个小丑的伤害量，直接秒杀掉一个射手，这不是什么难事哦。相信如果是你跟你的朋友，也可以配合出这种伤害量的。这边再跟上一个菲尼克，我们瞬移脚上去，加上一个大招吸回来，再一个二技能，致命消息罐带走他这个人头，菲尼克就是这么该死。所以呢，如果你跟菲尼克有仇的话呢，记得你可以玩这个闪电侠，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游戏的射手都在雷你，那你也可以玩这个闪电侠。尤其闪电侠在最近好像要出了一个蓝色的闪电侠哦，这蓝色闪电侠造型我跟你讲一定是必买，而且是会是热销哦，因为这个蓝色闪电侠，大家如果是有在关注闪电侠这个漫画角色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哦。
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战局上怎么样去推掉对方的防御塔了，这个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了啦，因为通常我们进去就是毁天灭地了，对方可能没有办法锁掉任何的东西哦。你看这边又欺负了他一套，非常开心哦。欺负射手呢，真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再弄一下野怪。另外闪电侠的话，在后面的一些装备你可以去选择的其实也蛮多的哦，例如说像你后面要选择这个贤者领域，或者是选择像先上一个生命法杖，或者是你要像我一样先上一个小面具，后面我们再合成困顿法杖，这样也都是可以的。这里蹲到这个菲尼克敲他一下，就往前跟上一个大招吸起来，神速风暴，菲尼克拜拜。不是我要欺负菲尼克哦，是因为菲尼克真的是很好杀，而且玩闪电侠的话呢，不欺负你们欺负谁呢？所以欺负这个菲尼克是没有问题的哦。我这里是想要一个帅气师爷来看一下，一个二技能回去再一剑，哇，这角度稍微算错了，不然刚刚是想要一个帅气清兵线加上吃这个红 buff， 往前，再收戴盖瑞，没有问题，这个完全是一个剪头仔。闪电侠试图的剪头也是一件好事哦。这边加上一个大招，最后一个瞬移跟上这个木架犬的一个位置，这一波终于没失误了。刚刚上一波的失误算是有稍微弥补一下了。利用我们的护盾值来推这个防御塔，对方剩下一个菲尼克应该是没有办法守了啦。三路高地塔全破，我们稍微拉回来一点，等一下我们的神速风暴CD待会再往前打一套。现在的伤害量就是突破天际了，当你的皇冠一出的时候呢，配合上这个小面具，这个伤害值会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蛮喜欢这套装备的。如果说你觉得你在中期的伤害量不够足的时候，其实你如果选择这样子的装备，打出来的伤害就会是这么可怕。这边往前再一个神速风暴吸回来，哇，这直接踩到了这一个链锤上面了，这波稍微有点狂妄了哦，杀到里面去了，不过应该会是结束了啦。后面再跟上这个女超人跟小丑的伤害，女超人勾得非常的准，哇，莫拉这边一个进场直接刷好刷满了。那这一场的话呢，就是这个闪电侠的一个实际的用法跟实战，还有一些小技巧跟我的一个装备跟奥义的一个分享。如果说你觉得闪电侠即将在未来这个新造型出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玩呢，你可以多多参考。那在排位赛其实是比较难选到啦，不过在今天场你可以跟你的伙伴们配合出一些不一样的打法，甚至在这个足球赛的一个三对三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支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咯，我们下次见啦，拜拜，记得帮我按分享哦，谢谢。